边来。哇，好漂亮的云啊！5、4、3、2、1 ，Action！ 一朵朵的棉花糖，还有浴火凤凰般的晚霞。是的，我就是金门水姑娘。我现在带大家来到了金门的慈湖。金门的慈湖呢，这边有一大片的水源保护区，还有它的生态景观区。所以来到了金门呢，一定要来到了这边呢，让水姑娘带你赏鸟游金门。慢活金门呢，是一个养生的秘诀。所以呢，傍晚时分，跟你亲爱的伙伴来一趟漫游之旅，如何呢？